有人配胖爷我说话了，你也知道啊，小哥一天说不了三句话，都快憋死我了。哎，我说啊，这些是翡翠吗？至少是玻璃种的。我刚来那会儿啊，我觉得我捡了一个大漏，这么大个玉矿，哎，胖爷我从此富可敌国了。 二环以里，三套四合院，你一套，小哥一套，我一套，把云彩接到北京来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有钱。<笑>我说你少说两句会死啊！嗯，什么声音？哎呀，没声音，你听错了。过来，你坐下，这儿暖和，慢慢听我说。我刚到这儿的时候，我想了各种花钱的方法。 可是这么大一个玉骨，看得见，搬不走啊！我真是力带一簪花，自叹名薄呀！你就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咱们现在应该想想到底该怎么办。这个地方是人工修建的，说明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密闭空间，否则那些人根本进不来。 下面好像有刺啊！危险？什么危险？还能是什么呀？肯定说咱们现在的处境呗，在这没吃没喝的。你看胖爷我这一身膘，再隔几天都得撂这儿了。这减肥也没这么减的呀，这还不危险呀？不是这个。啊？那是什么？ 浴室那边有个甬道，也关了几个人，应该不是人。之前光线太弱，没看清，原来这是个裂缝啊！是不是把这个浴室搬开就能出去了？然后再靠近一点。